来到 MPTV 频道，我是 Debbie。 相信呢大家都有看过我 Star Resident 1的影片，现在我处于 Star Resident 2的 Lobby， 就让我再一次带你们探索 Star Resident 2的魅力特色，走吧。 Star Resident 每一座都有它的时尚大厅，充满艺术概念，享受名人生活。不说你不知，其实 Jimmy Choo 也是我们其中一个代言大使之一。事不宜迟，现在我就带你们去六楼的公共设施看看。来到了六楼，这里是度假社的公共设施，是年轻人打卡的地方。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街头的壁画。这里占地十万平方米，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，总共有39项公共设施。这个50米的奥林匹克游泳池是给3栋 tower 包围着，住客生于在市中心也可以享受着度假社的生活，而且有音乐陪伴。我最喜欢呢就是这里的健身房，这里有4000多方尺，设备非常的齐全，应有尽有。现在呢我处于 Star Resident 2的 rooftop，就是57楼的空中花园，我这里可以一望无尽的看到 KLCC 的景。这里还有一个25米的无边际泳池和空中酒吧，可以让顾客享受5星级的生活设施。在我后面的呢，就是获得了 Malaysia Board of Record 的壁画，它是由3星集团打造的。Star Development 是一个综合型项目，也包括了3栋住宅区 ：Star Resident 1、Star Resident 2、Escort Star KLCC 以及 Star Bollywood 商店。Star Resident 是一个永久权项目，是我们所谓的 Freehold。Star Development 发展商是著名的 Symphony Life 和 UM Land， 而他们建筑商是来自韩国的3星集团，也就是 Samsung Builder， 由3星集团打造的项目。无论材质和质量都是高尚的，而且发展生于星星的主题，在这个项目里都可以感受到明星的生活素质。 Star Resident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是品牌公寓，地理位置都非常的棒，只需要步行3分钟就可以抵达 KLCC， 而15分钟就可以抵达 Pavilion。 Star Resident 2的户型面积大约是在600到2900 square feet， 大约马币2200 per square feet。今天呢，我要带大家看的是700方尺的单位。欢迎来到这个单位。首先呢，你会看到了一个开放式的厨房，这里呢有足够的储存空间，还有它包括了冰箱、洗衣机、灶炉，还有微波炉。这个单位呢是 Fully ID 的 design， 让你回到家有舒服的感觉。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坐在这个角落，一边享受红酒，一边看着夜景。来到了这个卧室，它包括了 king size 的床，还有一个办公桌，还有一个浴室。想象一下，每个早晨你可以看到这样美丽的风景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呢？看过了这个影片后，是不是想多了解 Star Resident 2呢？请联系我。同时呢，请留守我下一个影片，我将会带大家了解更多 Escort Star， 就是最后一栋品牌公寓 managed by Escort。 我是 Debbie， 下一个影片见。